视频看完学会这道菜，逢年过节亲朋聚会特别有面子。选一块不带筋的牛肉，切成五毫米左右的厚片，不要切薄了，只需要十片，最多三两，加点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料酒，拌匀。菜板上撒上淀粉，来点音乐。起锅烧油，下豆瓣酱，小火炒出红油，再下葱姜蒜，火锅底料炒香，加98号清水，下生抽、老抽、鸡精、黄豆芽，煮断生，捞出垫底，改小火下牛肉片，一片一片的下，要下整齐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很希望朋友们伸出你满有爱心的手，为我点个小红心，帮助我上一会儿热门，谢谢了。菜下锅不要去管它，煮至定型，轻推散开，煮3分钟左右，捞出放在豆芽上，下刀口海椒、蒜苗、椰子，倒入盆中，撒上蒜蓉，再炸锅油，水煮棒脆牛肉，麻辣鲜香，牛肉嫩滑，你学会了吗？